然后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演戏，我看什么？我觉得我的台词也不是特别好，那声音太好了，他就像一个音响出的声音。整个其实我们的台词都是短的，然后他说话的那个文言文的那个韵律。由江疏影跟王凯主演的《金瓶月》自开播以来就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，毕竟主演的两人在圈中都是实力派演员，并且剧情内容也相当吸引人。虽然王凯跟江疏影是首次进行合作，但是两人却给观众们展现出了一种不一样的默契。在一次该剧的宣传会上，当时的主持人就追问江疏影和王凯合作拍戏的感受，本以为江疏影会对王凯夸赞，毕竟王凯的口碑在圈内一直都很好，没想到江疏影竟然是直言道和他拍戏太吃亏了，因为王凯除了演技好之外，他的声音也非常的好听，所以每次念出台词之后总会觉得自己比不上他。一旁的王凯听到这番话之后也是忍不住在那害羞的脸红。对于这样互相吹捧的友谊，你们是怎么